Hello， 大家好，又 Joy 同大家见面啦。今日咧就会同大家介绍咧 Chanel 嘅新袋款啦，就系呢一个黑色嘅水桶袋啦，唔单止够实用啊，而且咧款式仲系好罕见噶。呢、這個新翻嘅 Chanel 索繩桶袋咧，就可以話係歷久不衰啦，而且就永遠都唔會過時嘅組合嚟嘅。咁因為咧索繩桶袋一嚟就係夠襟用啦，而且咧黑色同埋金色咧都係非常之耐看嘅。咁而且咧呢一個咧就用咗小牛皮嘅質地，以及咧係呢一個咧菱格紋嘅。近啲睇睇啦，菱格紋啦，配上呢一個金色 CC logo 啦，而呢個金色 CC logo 咧都會有少少咧 vintage 少少嘅感覺咧，就係會雅色少少嘅金色嘅。size 嚟講咧就係26cm 乘以29cm 再乘以8cm 啊，所以話咧都係非常之咧誒闊落嘅，而且係咧四四方方咁樣啦，個袋身嘅 size 都係非常之咧係夠實用噶啦。先睇睇呢個袋款嘅格數先啦，嗱咁我哋見到咧前面呢度已經有一格細格嘅，呢格細格都好闊落噶，咁其實咧都可以裝到好多嘢噶，例如係啦紙巾啦、搓手液啊，或者咧係藍牙 headphone 啦等等嘅。咁另外啦，去到大格啦，咁我哋打開咧就呢個八紐位置啦，一開咗之後就有一格非常闊落嘅格數啦，裡面一個很大的格數，然後還有一個拉鍊位咧，俾大家裝下其他咧細小的物資嘅。呢個袋款最特別的地方，唔單止前面有呢一個細嘅格數啊，其實後面都仲有呢個格數咧，而且係一樣大細，都可以裝到好多嘢噶。咁呢個咧話明咧係索繩桶袋啦，咁其實咧而家嘅狀態咧就未係索繩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以一個啦可以係長方形咁樣 size 嘅袋款去用佢嘅。咁但係咧如果索繩嘅話咧，又會有另一種感覺嘅。會係左右兩邊啦，咁樣去索呢個袋款嘅。咁而且咧呢個位置咧就可以咧 turn 一 turn 咧，可以向前啦，咁你就可以收緊啦嗰個索繩嘅位置嘅。左右兩邊都可以收緊索繩嘅位置啦。咁如果索袋嘅感覺咧，就會係咁樣啦。另外肩帶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型格嘅。咁咧，因為佢咧就用咗比較係粗身嘅金鏈啦，所以咧感覺就會型格少少嘅。咁你就可以係執咩啦，甚至乎都可以係斜咩嘅。看你怎樣去演繹啦，咁而且黑色同埋金色咧，真係著任何嘅 outfit 都可以配襯到啦。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咗啦 Chanel 嘅呢一款新款嘅水桶袋啦，唔單止易配襯啊，而且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呢一個袋款嘅 size 啦，因為非常之實用啦，容納量非常高啊嘛。有興趣嘅朋友歡迎可以去到我哋 LBuy 或者 LDLux 嘅門市或者旗艦店睇下實物拼下鏡，又或者可以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查詢。我哋下次再介紹其他款式俾大家。